保持一米距离，守护你我健康。中国人对隐私不大注意，洋人是不愿意人靠近。对，哎，认识他都跟他打招呼，他也跟人打招呼，就是老刘大哈喇子。我第一次让人给我一枪托，就是我靠近以色列兵，以色列叫 IDF， Israel Defense Force， IDF， 人家是，以色列是小美国，叫 State， 不叫 Republic， 啊，不叫理想国，不叫乌托邦，叫现实中的国家。State 前面加个 E。Estate 就是房地产，后边加个 S， States 就是美地，美国。现在这儿不让走了。昨天晚上我就来跑这儿检查来，你不去，他可以过，因为他认识这儿的保安。我也认识，让我不好意思给人找麻烦。走。以前我还害怕这一检查，现在所有人都得检查，我特紧张。我看那个落后国家像美帝什么的还得抽血，我这人就怕抽血，因为我有那个再生障碍性贫血，301北大协和，302、307北京军区总医院，抽过我，都抽过我的血，还有四个医院，包括北京医院，北京医院是给西哈努克抽骨髓的那个，都抽过我的骨髓，说我是被辐射了，所以我特怕抽血。我看那个他们还有什么测试盒又抽血，那叫麻烦。我们这特简单，拿根小棍儿就跟喝酸奶那吸管似的。让你张开嘴，啊一声，嗓子一捅就取完了。我们这好，我们这先进，而且不疼也不流血，让我这种胆小鬼，让我这种懒人，让我这种喜欢省事儿的，那叫什么？唾手可得。现在好多人老说垂手可得是不认识字儿，错别字。把左边那个口子给弄丢了，唾手可得就是呸，往手心里边吐口唾沫，这事儿就解决了，所以叫唾手可得。方便群众夜里到你这儿来通知，说你这个该检测了，马上就被检测了。你一天得扫多少遍啊？不知道哈，就永远不停的在这儿扫，来回的吧。啊，反正一片来回转。啊，扫啊，捞树叶啊。哎，别，不是啊，没事，我知道。啊，走，不去，爹没让去。爹没让去。那说你昨天晚上你怎么不拍一镜到底啊？我这机器不行，因为啊，在那个我们照相老爷说照相啊，高级的说叫摄影，实际上是拍摄的光跟影子 ，photography， 啊 ，photo 就是讲光的影子，光的影子得有光。平常我们拍照说两件事，一个是照度。什么是照度呢？照度就是太阳光照到一个物体上的，这个度，这个 degree 就是照度。还有一个是亮度。什么是亮度呢？就是太阳光照到这个物体上，它反射出来的光。那就是亮度。不去。嗨嗨嗨，不去。
照相离不开照度和亮度，最根本的是光源。那些现场的光就叫现场光，一般照相机在那种现场光就拍不了。我那小机器一镜到底不剪辑，那破机器低照度不行，所以拍不了。我就只用我的华为 P40P， 5G， 用我这个拍的，而且拍的是照片。拍照片，而且必须是35毫米不剪辑。如果你一放大，那就不行了。这个低照度下边的高清晰度的照片，只有35毫米不剪辑的时候。如果你剪辑了，那就不行了。